啊，都是安怎？咱坐住下来空啊！你若真正为着要抱孙，你来接望阮爷姐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袂使新妇啊，留到阮陈家嘛无路用啦。你若真要紧，你查某囝赶紧甲带转去啊！爷姐，真正是你哦！你是我身躯顶的一块肉，我都算是国家安怎生气，我敢有可能恨你一世人哟？妈，妈，吴志杰，若不是因为五年前的事，正义将我甲伊的弟弟完全放袂记啊，我哪有可能甘愿甲正义手放开？结果我一个心爱查某人，耍你的笨手，糟蹋干安尼，一口气我心要吞落去。你就是生先要吃唔好谈。靠查甫人咧吃软饭的查甫人，那你把这个话收倒转去。再是你嘿，以后不准你去教阮查某囝哥哥的。阿娜，我绝对让你死到足歹看。妈，你是创啥？我的客爸哦，就是咱中县的，严格些啦，心机足重的。我唔知是安怎，伊对怎样代志这么好奇，莫怪我无神经过哩。上好，还有这种想法，果然说完，伊当时出车祸，都是伊甲我查某囝跑走的。我还希望你亲身走去啊！可恶！亚杰啊，你不倒是安怎？咱坐住下来空啊！你若真正为着要抱孙，你来接望阮亚杰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袂使新妇啊，留到阮陈家嘛无路用啦。你若真要紧，你查某囝赶紧甲带转去啊！